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只有越野车才能到达的冰川，人龙八冰川。如果您走川藏线、滇藏线，只需要从人偶湖绕行40公里；如果走丙察察，则就在路边。如果没有越野车，也可以乘坐老乡的拖拉机到达冰川脚下，然后徒步1公里多即可抵达冰舍。欢迎大家点赞收藏。大家可以直接导航人龙八冰川或者日弄八冰川，这里距离莱古冰川20公里。有人说这里有路牌，我是没有看到。按照导航点不用犹豫，直接从 G559 下道。如果人偶湖过来是右转，丙察察过来则是左转。下面有一个小房子，一人收50元的门票就可进入。等到旺季，这里还有拖拉机，可以把没有越野车的游客拉进去。然后就是7公里的越野路，我们正好赶上化雪，路面非常泥泞，还需要过河。沿着冰河走到尽头，便全是大石头，越野车也只能止步于此。然后需要徒步1公里多，这里海拔4600米，需要您的体力和耐力。这里没有开发，一切都是原始如初。当地牧民把穿越路线做了清理和维护，夏季冰湖就变成了堰塞湖。趁自己还没有老，带着心爱的人一起来吧。